距离8月19号举行的世大运开幕倒数计时，圣火传递也进入台北，开始在室内各区传递。传递圣火，警方负责开道。有鉴于之后世大运开幕式大批人潮涌现，北市交通局也公布交管路线。开幕式当天，台北田径场东侧北宁路、西侧敦化北路、南京东路至八德路部分禁止通行，敦化南路部分、八德路至市民大道快车道禁止通行，慢车道部分以及敦化北路、民生东路至南京东路路段、南京东路与八德路、复兴北路至光复北路段则仅限公车通行，民众可以选择民生东路、市民大道以及复兴北、光复北避开管制路段。呼吁各位民众，如果要看典礼的话呢，希望做大众运输工具。第二个部分是，如果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尽量避开这个区域。好，那请大家配合。世大运加紧脚步，冲刺宣传也力守场馆设施、维安等工作就定位。台湾首度举办国际大型赛事，观礼民众加上超过万名选手接驳等需求，力求交通部打劫，北市府得绷紧神经迎战。欢迎新闻洪熙宇、丁尚成台北报道。